自由搏击，很多动作，就是在自由搏击之后才有这种技术动作。现在这个周志鹏也有这个后高扫上头动作了。现在这个周志鹏就不给他打近战，这种近战的距离不让你出拳，知道周志鹏的特长。是啊，不断的在游动啊，保持距离。很少我们在比赛里面见周志鹏用腿法进攻的，对，这么多次，因为开场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周志鹏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做回自信的自己，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又两次打空，转身就边拳。哎呦，你瞧这是虎虎生威啊！对，转身就能。算了，反身，第一回合结束。哦，过来不击。今天这个中野龙一这个战术安排非常的得当合理，深思熟虑。是啊，为了备战这场比赛，专门去泰国，你想想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野龙一，一个是在距离感的控制上非常好，不给这个周志鹏你的前方作战的机会都不给我，你一进我马上退，是吧？迫使周志鹏在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利用很多的腿法来进行打击对手。第二回合，我们看到周志鹏的弟弟啊，那是他亲弟弟周志鹏在旁边加油的。第二回合是变了态局，你不给我距离，但是我要找机会。对，今天周志鹏不仅是为荣誉而战，而且这场比赛啊，还是周志鹏，为了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主动来组织这场比赛，让孙明雄能够来到他的家乡玛雅。哇！这是表现，周志鹏很突然，很突然。周志鹏这个成熟哪成熟了？这个成熟是他的技术全面的成熟。周宇龙一没想到，还好，继续。抢裁判，抬头。给了周志鹏一个长球，又是一个进球，进球，又是长球，又是长球。周志鹏一啊，还能站起来吗？还能站起来，还要进。长裁判终止比赛，旁边终止比赛。哎呀，周志鹏今天在第二回合打得酣畅淋漓啊！这不仅仅是苗王啊，他更是拳王啊！对啊。他的左手的上头打得太精准了，没想到第二回合一上来，就结束战斗了。周宇龙一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认了。再来看一下，这种。这种结果是我们赛前能够预判到的。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五场的这种中日大战，中方应该是能够4-1获胜，但是我们也想到周志鹏应该用拳法踢掉对手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但今天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周野龙一个战术安排是很好的，非常好。但通过今天的比赛，我们也看到周志鹏的腿法的进步，是吧？你包括在转身后蹬这个飞膝非常的到位，既突然也有杀伤力。
可以说周志鹏的这场胜